嗨嗨呀！大家好，是娜娜喵喵错了。我们今天想继续我们的牧场物语重聚抗时症，那我们就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那我们上一集是到了买的毛刷嘛，然后我们今天我看一下有谁生日吗？没有。OK， 今天天气预报，明天是晴天。然后这一个的话，累积一下就比较休息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综艺节目啊，又是这一个是不是？其实这一个好像没有其他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新闻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我看看，今天下雨天，我们先把东西采下来，然后等下送给那个 Iron。我觉得他今天应该不用做事情吧？对，好。那再跟他讲话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先来我们这里，跟我们家马说一下话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忘记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毛刷带出来了。我先把这个跟这一个放回去，那我们先拿一个毛刷出来。有信封，严正的抽奖结果，你中奖，请你收下这一个。那个是什么？怕最喜欢的东西，怕是水啊！等一下，算了，我等一下看看好了。那我先把你封一下 ，OK， 好。怕是水啊？为什么我印象中没有这个人呢？等一下，假是怕是水，好吧，先拿这吧，因为我不知道怕是水。那我们先到楼下一样先去看一看，等一下，我看看能不能放到家里面去，因为我们的背包其实满满的。OK， 可以放 ，nice， 那先放着。虽然说我不知道所谓的怕是谁。OK， 呀，为什么我开窗已经站着不动 ？OK， 那我这里先拿出来，先放给你们吃。好嘞，然后这颗蛋我们拿去变成温泉蛋 ，Let's go！ 哎，等一下，好，OK， 可以了，走吧 ，Let's go！ 我们先去下面，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山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采的 ，OK， 然后这个我们先把它变成温泉蛋。然后花花还有竹笋这边有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竹笋 ，OK， 那我们先把黄瓜丢进去，还是点我哎，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，那位同学？哎，还有这里有一朵花，三色花，然后上面这一边，哎，这个又不能采。我每次都认不清楚到底哪一朵花可以采，哪一朵花不能采，好麻烦哦。那我们先把花花给我们家的仙女姐姐。仙女姐姐，这里是给你的花。好，我丢。OK， 你蛮喜欢的就好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处理完毕。十点了，我们先去把我身上的东西卖一卖，像是这一个，还有温泉蛋，然后我们再去我们的那个制作葡萄的地方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忘记了，算了，你们知道就好。这里给你葡萄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好。他每次讲的话很多哎，我女儿离开这个城镇求客。OK， 好，这个我看过了。他其实这边有卖什么东西啊？葡萄汁，就葡萄汁。好，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先到下面去，这里。还
还是有花花。嗯，还有什么吗？好像没有什么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？那我们先去我们的那个杂货店，然后买一点种子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去找那个矮人了。再买一个，饭团也买一个好了。然后我们再买小麦粉，小麦粉我们需要六个。小梅要买，好浪费钱哦。OK， 那我们先到右边找矮人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残毁。你的话，这个给你，还是要不说话哎、欸。门锁着，那好呗，我们先去找矮人。嗨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小梅要给好多小麦哦，这给你，然后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OK， 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先去下面的那个沙滩，有没有？我们先去沙滩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，之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啊，我就应该不用了，还差不多要一点了。他到底几点才能那个什么？几点才可以那个千回吗？哦哦，可以的可以的。我看到那一位同学不在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去使用道具这一类岛了，然后神一样没有原谅我，我好难过、哦。那好呗，走吧，让我们往下走，先去沙滩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小花花，然后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了，好呗，走吧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，去铁匠铺那一边。哎，话说我们要先送，好像不是自己家，对不起，我们先送帕布利一些东西吧，自己家才对。给他这一个会喜欢吗？哇，谢谢，没有了，嗯，好难过、哦。你要说多一点的话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找我们家的老爷爷。OK， 给了，走吧。然后再把其他剩下的东西卖出去。然后今天下雨天，我觉得我们去挖矿好了吧？等等、哦，我先出货先。好，然后种子撒在这里。好。那我们走吧，这边差不多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我们先去楼下泡个温泉，然后我们再去挖一点的矿。话说每次一到下雨，那个 BGM 超级近耶，近到我觉得说如果没有多说会多说一点话的话，整个影片都会静下来那种感觉，好可怕。阿姨不要这样吗？弄好一点也好吧。好，走吧，挖矿。我应该都有带，有 ，Let's go。啪嚓！你在哪里？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。嗲嗲嗲！才第一层就这样子了。好，这里的话，这边没有，这里没有，这里，嗯，这里没有，这里呢也没有，你在哪里？我只挖金钱。哦，有。第二层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好，升级。哦，有，下一层。这边的话，这里吗？没有，这里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我过不去。发展。OK。这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想到更下一层楼，不要这样，都没有哎、欸，我敲，
怕累了，你太快了吧？才到几层楼而已，都没有哎、欸，难道是在这里附近？好，又升等了。都没有，下一层楼你在哪里？我觉得我觉得我今天运气好像有点差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了，第四层，我才到第四层，都没有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累了，才一阵子而已，我们才到第四层。我觉得我需要上去泡个温泉之类的了。都没有，咔嚓，咔嚓。好，我们再挖多，再敲多一阵子，我们就要上去了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先上去泡个温泉。那我们之后再下来 ，Let's go。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然后这边我就还是验一个快转吧，因为泡温泉要很久一段时间。这样 ，Let's go。OK， 好的，走吧。再继续挖一下矿。我希望我可以顺利的掉下一层，求你了！结果挖到更多果壳，还有更多果壳，哇！第一层就这样子了，我觉得不行。哎，这样不行哦！第一层就挖不到下去的路，我就有点。算了，我觉得，哎，他，我就今天运气好像有点差，是我错觉吗？不太对呀、啊，等一下，结果我又要来泡温泉，天啊，才过几秒钟而已，是不是 ？OK， 差不多好了，走吧。拜托，拜托，就让我下去下一层。都没有啊。都没有哎、欸，你敢信？我挑，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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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今天的运气让我有点担心。我只挑了更多更多的那一个琴弦，没有了。是我错觉还是？哦，有了！哇，花了多少体力啊？等一下，好、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，也没有，我突然觉得今天的运气好差哦。他就是不让我下去下一层楼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边打不到了，好，那我打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到底给不给下去一层下一层楼啊？好，你累也没有用。哇，找不到下去一层楼啊！都没有哎、欸，请问下给不给玩啊？等一下，都说了你累也没有用了，我找不到下去下面的一层楼。算了啦，走啦，我们上去了。哇，今天不适合挖矿，完全挖不下去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玩多一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把我身上的东西给卖掉了。我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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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走吧，睡觉。四点。我们今天赚了290，
哎，三百七，好。然后今天没有人的生日，呀，那个什么，春季感恩节。天气预报，明天是晴天。然后钓鱼平台，好，这不用。然后综艺节目，这不是之前不是有了吗？秋天大会要去爬山，明天必备的道具报纸，然后待续。老师没有说如果明天下雨的话会怎么办？OK， 哦，第二集哦没有，好呗。嗲嗲嗲什么？明天是感恩，嗲嗲嗲嗲。送给阿木饼干，我要去哪里找饼干啊？我可以用巧克力代替吗？所以是类似那一个，类似那一个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情人节的那个概念吗？啊？先给你这一个，明天也要加油哦。好，这是锁的吗？锁的，我们的马铃薯。先全部收起来，然后全部卖掉吧，反正我们前期蛮缺钱的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要再买更多的马铃薯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是蛮担心那个矮人那个交不回来而已，其他东西还好的说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先下来我们的小鸡。好，然后请把这个鸡蛋，呀，为什么这鸡蛋？为什么我刚拿不起来？等一下，然后请摇铃，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我们先下去，然后一样先去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没竹笋，好像下面那边固定不会有竹笋出现诶。好，上面这边今天也没有竹笋，那没关系，丢个小黄瓜。好啦，你就是点点点我的啦，丢一次你点点点我一次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？好，两朵花，这边，这个不是花吗？等一下，我又被骗了吗？这个不能采哦，好吧。OK， 那我们一样就是先下来给女生一朵小花花，我丢。OK， 喜欢就好，拜拜。然后丢小鸡蛋，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那我们这边后山东西完成了，一样就是先上去有没有？然后先去找那个超级唠叨的小美女。先把东西送给他，走吧。今天我们没办法给那个体教服爷爷东西，因为都没有掉。那我们先过来，哇，十一点了，好快哦。给你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平常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他了。他只要到十二点，他就不用做工了，然后就到处去八卦了。天啊，这种生活真棒哎！好，走吧，两朵花。那我先过来，我觉得我先去那一个海边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我再上去好了。有一朵，那没有了。啊，走吧，先上去，然后先去体量，不是，先去杂货店，我们先去杂货店，然后买一点东西，然后我们再去找艾伦。我看一下哦，我身上应该可以给艾伦下一样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要买三个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先买马铃薯种子，那我再买三个小麦粉。
再买一个饭团吗？买一个饭团吧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有巧克力，我们去买一个巧克力啊。我、哦、被爆满了。好，我吃你再回来。买太多了，对不起。他就跟我说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没有了。行 ，OK， 我给你小花花。好，那我再给你这一个的小花花。哎呦，好，不要开心。你的话给你，加加加，给你小花花试试看。不能，他不喜欢。给你小麦粉。再给你更多的小麦粉，再给你更多的小麦粉，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先去把那个巧克力买下来，你也送给那个帕布利这样子。再给你饭团，你可以说多一点的话吗，同学？我难过了，同学，不要这样。他说为什么这边要太白占啊？会跟你们说话，然后会给你们点心吃。为什么这个剧情好像有点好 ？Stop 。OK， 然后我们先跟他再买一个巧克力。其实我们也要买背包，是不是？3000G， 嚯，好难买哦。我尽力。那我们先回去，嗯，应该不用，我们先下去。我们要去把那个最后一个葡萄送给我们的那个丘克先生。丘克先生，对，还要在。先把这个扎在他脸上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回去，然后把小花花丢进我们的那个储货箱里面。那我们先做好我们的马铃薯，那我们再出门。那我先拿一下道具哦。我们自己也要教一下话，因为我需要升一下我的那个浇水棚的那个技能这样。嗨，艾瑞，好啦，我留两个给你教。哎、啊，我今天两个给你教喽，你不要没有教哦，我会难过、哦。我先拿一下水。好，拿去吧，1500可以啦，没问题。还有一个，你要不要教？好了，我就当你不要教，我来教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拿钓鱼竿。好，走吧。先钓一下鱼，赚一点点的钱，一点点也好。那我们就结束今天 ，Yes。好 ，Let's go。在女神的河里面钓鱼，呀，为什么鱼又溜走了？好讨厌哦！是我太慢按的关系吗？我觉得这个对于那种反应慢的人有点不太友善。所以你要一直盯着，你不能分心，你一分心，等下没钓上来，鱼就溜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刚说完。哦，树枝，你来树枝啊，来点好的，来点好的，来点好的，像是大鱼，或者是大鱼，或者是大鱼之类的。八点了，我们钓到10点就回家吧。我感觉这边鱼上来上钩很慢，超级慢。好，3条，今天才赚3条，4条，我发现这游戏钓鱼真的，鱼上钩好慢哦，
好，我们再钓最后一条，我们就回家，先走。有吗？有，OK，好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六条，还行。那我们先回家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明天再继续。Yes。OK，先把鱼丢进来出货区。好，按住点。那我们就先睡觉吧。那今天影片也先到此，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按个赞哦，订阅我是找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一节继续吧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，谢谢，拜拜。